用水平刻度尺校正提升基底座水平。安装前请先选出长短螺丝螺母，装上右下板。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左下板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中间固定架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右中板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左中板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中间固定架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右上板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左上板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中间固定架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右横板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左横板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装上链轮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检测各链轮平整平滑性，如平整平滑度不好，请检查。装上前盖板，对齐并紧固螺丝。卸下电机盖，再卸下齿轮传动链条。
正确装上左右传动链条。此处注意，此处链条进链轮时，两边链条相同销钉要对准对齐，否则接下来无法装上料豆。调节左右链条松紧平衡，拉动链条检测，
以链条传动平稳、顺滑、低噪音为最佳状态。正确装上送料斗，装上后检测旋转平滑度。并排装上三个送料斗，手动传动一圈，检测整体传动是否正常、顺畅、平稳。装上全部送料斗，手动传动一圈，检测整体传动是否正常、顺畅、平稳。装上提升机控制变箱，紧固螺丝。装上振动器控制连接线。装上主电机控制连接线。装上380伏、三相四线电源线，请注意安全。把振动连接线装到振动器上，拧紧螺丝。接上电源，点动确定主电机转动方向是否正确。装上主电机传动链条，并上扣。装上电机盖，并紧固螺丝。开启电源，检测提升机，整体传动是否正常、顺畅、平稳。装上上盖板，并紧固螺丝。装上下转弯板，并紧固螺丝。装下盖板，并扣紧板扣。装下料及料板，并扣紧板扣。装前上下档板，并紧固螺丝。装后上下盖板，并紧固螺丝。提升机装好后，开启电源，
检测提升机整体传动是否正常、顺畅、平稳。提升机装配完毕。